好，咱们跟着去讲啊。上次讲到呢，这个懒惰对人的运气啊影响是比较大。又讲到呢，寅有夫之夫啊，所犯邪淫对人生的影响是非常可怕下来这一段讲什么呢？演邪淫的戏，讲邪淫的话，包括爱收藏这类的东西，现在很多人啊，包括在网络上面，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这类的内容，上次呢讲这一段呢，我讲的也比较多啊，包括我们都知道，天有天律，地有地律，人有法律。人啊，一旦违背天心，就违背天律。天律啊，通的人的六腑，地律呢，通的人五脏。所以我们都知道，人有五脏，实际就是通的人的五行，东南西北中。律呢，就代表的实际是天，实际就是这个道理。我们大家呢，不能不知道。人呢，就是我们讲的人和，所以呢，凡是犯这一类的人呢，第一呢影响命，第二影响运，第三呢，这个影响人一辈子的风水。我们都知道一命二运三风水，这都是口头禅啊，实际呢。我们都知道一个道理，什么道理？命由天定，命是天定的，运呢由地造的，人呢是父母生的，你一定要符合这个道。所有的人，不管你是信什么，你信佛也好，道也好，天主教也好。除非你信得非常至诚，从心中啊能改，要是不能从心中改呀，你香烧的再多，头磕的再多，风水啊，命和运一定会影响你的人生，不光影响你的人生啊，对家庭、子女。影响都是非常大的，一般人都是改变不了的，我们经常看电视的话，听到一句话啊，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。实际这个，跳出三界就是天界、地界，和这个冥界，我们冥界所谓的就是鬼界。五行呢，实际就是金木水火土。也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五方，一般人呢都会受到三界约束，五行啊克制。为什么呢？人坏了良心，天就降灾。人呢，要是做了缺德事儿呢，地就降病。人要犯了国法呢，那国家就要制裁。所以演邪淫的这个戏啊，讲邪淫的话，对人影响是蛮大的。上堂课讲到这个地方，这一段呢，我要给大家讲什么呀？影响人运气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，除了自己家的这个祖坟、住宅，包括我们的生辰八字。属相、命运以外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人。我们都知道，古人讲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。我们可能都不知道人和主要建立在谁的身上。实际人和呀，建立在女人的身上。所以古时候呢，我们大家呢
就讲到女子啊，对家庭影响是非常大的啊。为什么说女子对人生影响比较大呢？女人一生不柔顺，是全家之祸啊，这个是非常可怕的啊，也是我近几年发现。我发现这个道理呢，不是在别人家发现的，在我们家发现的。我这人呢，遇到很多事情啊，不管遇到什么事、什么人，我都会研究，这个人为什么短命，为什么发财，为什么出事情，啊，为什么命贵，啊，因为我这人呢，人家都说小朋友喜欢十万个为什么，实际我比十万个为什么还多。我对很多事情啊，要是找不到根源呀，这个不会甘休的，这种念头是比较重的。我在我家里发现谁呢？因为我自小呢跟奶奶长大的，我奶奶呢对我呢是非常的疼爱。我爷爷呢，这个是干部，又参军。经常性呢，这个在外面工作，祖籍呢在河南洛阳。爷爷14岁参军，复员以后呢就在陕西。我们等于四代呀，都在陕西这个地方生活。奶奶的性格呢就是暴躁。奶奶这个性格呀，暴躁到什么程度啊？这是我都记事了。和儿媳妇儿对打，这是我看到的，是和儿媳妇儿对打。因为我奶奶呢是6个孩子，2个女儿，4个儿子。按现在的我们这个家庭的状态啊，我看到以后非常可悲。我大伯呢，我爷爷呢，因为啊，这个对祖宗啊是非常的惦念。让我大伯呢就回到了祖籍，顶了我大爷爷的这个门户，因为我大爷爷家里呢，因为日本的炸弹啊炸死的，等于那一家是绝户的。下来就是我爸爸，我父亲呢是老二，还有我的三叔、四叔，还有2个姑姑。我们家庭的这种状态呢，可以看到啊。大伯家呢，稍微好一些，因为家里有2位党员，这两位不光是党员呢，还是这个什么呀，是公务员。其中有一个堂妹呢，和我年龄是一样大，还是个官员，都在政府机关啊。可是呢，女孩子受到我们家族的影响都是很少，我还细琢磨了琢磨，女孩子受的影响少，可是男孩子呢影响比较大。我伯伯的儿子呢，就是不管是什么原因啊，我爷爷去世，我伯伯呢也就没回来，包括安葬，他也没有参加，所以也碰巧。我一直把它归结在亏孝上面。这个爷爷刚去世啊，他儿子就犯法，被抓进去。爷爷是正要过3周年，他儿子就出来了。正好就是我们古人讲的，老人去世啊，要守孝3年。在这个守孝的这3年里面，我堂弟呢，等于是在监狱里面待了3年。这是我大伯的这个家庭的情况。我们家呢，应该在父母辈儿里面应该算最好。我是姊妹3个，父亲和妈妈呢，和我妈妈呢，在我的印象中啊，就没有在一块儿生活过。只要在一块儿呀，就是打架。我父亲呢，就又是赌博。又是不顾家，
我妈呢经常挨打呢，就不会在家里待。啊，我们姊妹三个呢，妹妹呢跟妈妈走了，我和二妹妹呢在家里。就是这种生活，所以我们家里呢，按现在来看呢，我们姊妹三个算是过得最好，就是跟奶奶来比，这是第三代。我三叔家更凄惨。妻子呢因车祸去世，我堂弟呢肾衰竭病，刚大学毕业，工作一年就死了。等于我三叔家是妻亡子亡，就是这样一个家庭。我四叔家里呢是家破人没亡，为什么说家破呢？我四叔现在在哪儿我不知道。等于我奶奶去世，我爷爷去世，我四叔是从来没有参加丧礼，包括尽孝。据听说啊，我的婶婶呢跟我四叔打架以后回到娘家，我四叔应该是两个儿子，小儿子被卖掉了。大儿子呢，在他1岁多我好像见过，等于我现在都35岁了，再没有见过我这个堂弟。他应该也20多岁，好像是前年，我父亲给我讲，说你四叔家儿子来了，找我，说他要结婚需要钱。我说掰这儿也没钱，我爸呢就给他给了10袋小麦，他拿去卖了。谁知道时间不长啊，我听我姑给我打电话说你认识人吗？我说怎么了？哎呀，说你四叔家孩子犯事呢，不知道犯什么法了，被公安系统抓了，可能现在还没出来。这是我四叔家的情况。我大姑呢，可能家庭情况能好一点，两个女儿没儿子，想要儿子呢，也是发生的奇事儿啊。做 B 超检查是女儿，打胎打下来就是儿子。因为这一件事情呢，也就没要儿子。我小姑呢，等于嫁了2次人，第一次要个女儿，第二次呢，嫁这一家要了2个儿子，小儿子是卖掉的。我呢是去年帮助我小姑家呀，让她又回到了她的前夫跟前，因为还有个女儿。帮助他把房子盖了，因为家里比较穷。我一直啊在研究我们这个家族，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坎坷，包括命运，为什么家里会发生？我最后把它总结了，除了亏孝以外啊，里面最深层次的一个原因就是，女人一生不柔顺，错在我奶身上。因为我奶奶都去世都10几年了，按理上我和我奶奶的感情是非常深啊，不应该去演的。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，严肃的一个问题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经常在讲，女人啊，在风水学里面她称为水，在命理学里面她称为运。女子要是一生不柔顺啊，运就会着火。脾气暴躁啊，水就会被烧开。一旦性中有火，水被烧开，它是克子女的。它这个克呀，会克的子女是家破人亡，这是对下克。那对中克呢？克丈夫，克自己。上面他还会什么呀？克父母。所以我看这一段讲到女人一生不柔顺，是影响风水命运啊。很多人可能不理解，无非就脾气大点。这叫什么呀？女子出了位，就不是女人了。我经常在讲什么叫女人，我们一定要明白，女人因为有男人才叫女人。
女人要没有男人的话，就叫寡妇。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。所以啊，女人是因为有男人才成为女人。啊，所以我们古人讲，天地啊，天是乾卦，地是坤卦。乾呢就代表男子，坤呢就代表女子。啊，为什么呀？大地能生万物，所以古人就讲到，女人啊是人的来处。我们都知道，全世界的人都是女人生的，女人是人的原处、源头。那一个家庭呢，女人也是源头。那这个源头要出现了问题以后，我们想一想，这个家里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？因为我讲的课呀，和算卦啊、命理的课还不一样。算卦课可能说是什么八字课、月份课、什么属相课。我讲的这个课呢是师合课，就是你一师合就克。你要合的话，一定是不会克的。我就研究，我说呀，我奶奶，我们这个家族，你要说。论缺德吧，也没缺德。为什么呀？祖上四五代以上还有人出家，积了很大的德。我爷爷呢，参军，又参加平顶战役，华北、华南解放运动，又是离休干部。那为什么家族出现了这些问题？我有时候在想，是坟地出问题了吗？还是住宅出问题了？我最后把它归结到身上，归在哪儿了？是女人出问题了，真的是女人出问题了。我们古人讲啊，娶一个好女人旺三代呀，这不是说旺三代的问题。我经常在讲，那娶一个好女人，那是旺千代的问题啊，那不是三代的问题啊。那女人为什么有这么大的？这种力度呢，它的力度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因为女子其中有遗漏，哪一漏呢？女子不能当家做主。为什么说女子不能当家做主呢？我们都知道，女大当嫁，女人一大肯定是要出嫁的。女人的身份是双重身份，为什么呀？生在娘家，葬在婆家，这是双重身份，我们要理解的。他是生是生在娘家，是来自于父母，可是葬是葬在哪里呢？我们都知道有一句话，活着是人家家的人，死了是人家家的鬼。这是我们讲的，我们就知道女人他的特殊地方在什么地方，我才知道我的叔父、我的伯父，我们整个家族受克来自于我奶奶。那我奶奶是有心想克吗？不是。她犯的毛病就是不能当好女人之位，就叫什么呀？女人一生不柔顺。你看这一块讲到女人一生啊，就是说他的这一生从什么地方定他一生呢？从他出嫁以后步入婆家，他是属于他的一生了。那不柔呢，就是性格不柔。为什么不顺呢？所以柔是性格，顺是顺存。柔是针对自己的，就是女子的性格一定要像水一样。我将在讲，女子性柔如水，是旺家之兆。就是女人要是性格非常的柔和，我告诉大家，这种女人是全家之宝，她一定是旺家之兆的。为什么说是旺家之兆啊？因为女人啊如水，水的特性是什么呢？水能和五色，
什么红的、蓝的、绿的，水都能把这个颜色给它调和了，能和五味，酸的、辣的、甜的、苦的，水都能把它给稀释掉，能容万物。为什么能容万物？我们想想，地球上的所有的植物，包括我们用的金银铜铁锡五金，哪个缺水都不能生成啊！啊，不管你是什么东西，包括我们的纸，啊，就是水能容万物，啊，这是女人的特性，啊，能和五色，调五味，水能容万物。那反过来来讲的话，水能旺万物。所有植物要是缺了水，能活吗？活不了啊！啊，我在我们家族子女受到这些报的过程中啊，我就想到了，那这个深层次的原因是不是怪我奶奶呢？我就在讲了，不是我奶奶这一代女人出问题了，我们家族啊，可能上几代女人都出问题了。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叫什么呀？娶媳妇踩婆婆脚，娶媳妇踩婆婆脚。啊，那我这过去这一句话我不理解啊，我在谁跟前发现了？我在我太太跟前发现了。我太太跟我妈只要一待久，立即身上的气息、性格和我妈就非常相近。所以我有时候最怕我老婆跟我妈待一块儿，怪得很。我妈有毛病啊，别人看我书可能看道理，我妈看我书要找毛病。我妈就说：“你看她这一句讲得很好，她好像还没做到。”只要一说出去，我媳妇儿一翻书也会把这一句找出来。我经常在讲，我说我怎么看你越看你越像我妈呀。所以这是我在我老婆身上啊发现的，我最后才知道。秦氏家族为什么能遇到我奶奶？可能我太婆就不好性格。啊，我最后问我们村子人才知道，我太婆脾气不好，遇个我奶脾气更不好。啊，我奶那个时间跟我太婆也对打，所以，我奶奶和她儿媳妇也对打，她遇的四个儿媳妇没有一个好脾气的。这就应了《易经》上讲的一句话。讲什么呀？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所以我发现这个秘密以后啊，我就在讲，人要当自己的一生设计师。如何设计你的一生？这个很关键。什么叫六道轮回啊？我们有时候把我们的家庭的一幕啊，你在你的脑海中，你像演戏一样回想一下。你家庭的现在演的这一幕，实际你上几代也演过，你这儿只是不断的重复在戏演。所以我发现了一句秘密啊，什么秘密？真正的孝顺子女，是把父母的缺点在自己身上不要重演，这才是真孝顺。你要真能做到这一块儿以后，我告诉你，首先把家族的这种命运在你手中，你就掌握了。把上几代的这种恶就止住了，不会再传下去。啊，我一想，女人一生不柔顺，那我们如何能遇到女人一生柔顺？如何改变？那我们现在遇到老婆不好了，那我们家族的这个女人性格都暴躁了，男人能不能改变呢？我告诉大家。完全可以改变，我就是实例啊！你看，我太太跟我没结婚的时间，我丈母娘还跟我讲：“哎呀，说你女朋友脾气这么大，这还得了啊？”我去她家里，我一看门啊裂个缝，我说：“这门咋了？你女朋友发脾气踢的嘛？”我一看，哎呀，这一脚把门都踢坏了，这么厉害啊！我当时心里就在想呀。没问题，我一定会把它改变。
所以呢，我们结婚这11年来啊，我发现一个特点，什么特点？我脾气很坏，人家脾气很好，人家就没冲我发过脾气。我最后又在琢磨，我说为什么我脾气这么不好，我老婆脾气这么好，冲我不发脾气啊？我最后才知道，我把我父母身上的缺点在我身上没有重演，我把这个恶缘断掉了。第一，大家都知道，我这个吃素不吃肉，很多人认为说，哎呀，你这是信佛呢，信神呢，不吃肉，实际不是。我甚至为了美其好名，我就在讲，哎呀，我是天生不吃肉，实际真不是天生不吃。我为什么不吃肉啊？因为我爸非常爱吃肉，我不希望别人在我身上看到我有我父亲的影子，我是起到这个念头。我一想到吃肉，我一想我跟我爸不一样了，我不能和他一样。哎，就是我起的念头。所以我爸喝酒，我不喝酒。人家一说你喝酒，我说我过敏。为什么呀？我一喝酒，我在想，我身上又重演了我爸的影子。我爸爱赌博，我连牌看都不看。凡是我父亲喜欢做的事情，我全部都不做。哎，这是我改变我自身啊，生活习惯最关键的一点。我妈所有喜好的，我也决定不犯。我是把父母身上的所有缺点，我在我的身上，所有人都看不到。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，什么树结什么果。哎呀，可是我们家的这棵树上啊，没有照着这个大家的想象出牌，我们全村人都觉得比较惊讶，因为过去很多人一说，哎呀，他爸赌博鬼，他以后也一样，为什么呀？那什么树结什么果吧？那是辈辈传呀。我一想，在我手里不能传下去。我也在这个道理上，我也发现了一个道理，什么道理呢？很多人说是糖尿病传染，糖尿病这个遗传。我最后一想，这糖尿病也不遗传，很多遗传性的疾病啊，我们要是杜绝了很多不好的习惯，这个决定不遗传的。为什么呢？这我在我爷身上发现的，我爷就是糖尿病高血压，可是我父亲辈儿里面啊，没有一个人得糖尿病。很有意思，他姊妹6个，没有一个得糖尿病的。过去对糖尿病我也害怕，我说这别代代传。可是我的家族有亲戚啊，家里面那真是传了4、5代糖尿病，还很严重。可是我们这个家里，我爷爷手里有糖尿病，我父亲啊姊妹6个没有一个人得糖尿病。我在这个上面我也发现，他们姊妹6个和我爷爷的区别在哪里？他们姊妹6个是农民，我爷爷是工人。他吃得太好，他们在劳动啊。因为生活习惯不同，把糖尿病的源给断掉了。可是很奇怪啊，我舅爷、我舅舅没有一个人得糖尿病，我妈竟然是糖尿病。上面没有人有遗传。我最后才知道，我妈的糖尿病来自于怨恨，怨恨我爸。所以很多病啊，天不会降病，地不会生病，人会招病啊。所以女人一生啊，不柔顺，都对家里是非常可怕。那作为男人，你想遇到了这个女人呢，脾气很大，性格不好，你要用什么方法感动？只能用这种方法，以暴制暴啊，不解决任何问题，以怨制怨，怨上加怨，只能用感动的方式。所以我最后我才一想哦，我们家族是。爷爷本来居的是南方火位，是男子位；奶奶本来居的是北方水位，女子位。可是我奶奶出位了，我奶奶等于夺了我爷爷的位，
谁跑到火位上面倒着磕？那把谁磕了呢？把自己磕得早死。我奶奶67岁，我是听说的啊，因为我奶奶去世呢，已经都安放在棺材里面，我才回到家里看到的。听说好像跟子女生气喝药自杀的，这是他的自刻，没喝药之前都已经得了半身不遂，都已经得了心脑血管疾病了。你看这个怨恨啊，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。他的性格就犯了三克：上克父母，夫妻对克，下克子女。所以这个女子啊，这是她这个犯克呀，对一个家庭的影响是非常大的。包括我去监狱看到很多年轻犯人，哎呀，我看完以后，我心里就在想，大部分啊都受父母之克。一般不是女子出了女子胃，就是男子出了男子胃，不能在自己的胃上，所以不能生万物。就像我讲的话一样，男子和女子，你如何更好的去相处？所以女人一生不柔顺呀，是一家的大不幸。女人性格不柔顺呀，是子女一辈子的大不顺。那女子的性格不柔顺啊，是自己一辈子的大不顺。要不很多人说，秦老师这是不是有压迫女子的意思？不是。女人要想幸福，一定归到本位，男人要想幸福，也是一定要归在本位的。男人和女人啊，性别不同。在一个家庭，它是分工也不同的。可是现在天时不一样，男人和女人啊，男人能干女人的事情，女人也能干男人的事情。可是有一件事情还是干不了，男人不会生孩子呀。也就因为女人会生孩子，这个还是体现了女子的伟大之处。那女子呢，这一生一定要柔顺。这个柔顺是非常重要啊！我们这个家族就是因为女子不柔顺，传了几代。在我母亲这一代，她妯娌4个，没有一个好脾气的，严重的把自己克死。这个下来这几位呢，家都破了，虽说人没亡，家破了。你包括在我的印象中，我都快35岁了。我父母在一块儿，连年都没过过。那在一块儿不是打架就是打架，我都知道人家过年什么贴对子呢，贴门神呢。哎呀，我们家里面从来没见过贴对子、贴门神。要不我去年还感慨呢，我说我这一生啊，命蛮苦的，不知道过年是干什么的。人家说过年呢，我不知道。我说过年干什么？人家放炮呢。我还在想，你看那些人放炮浪费钱呢，不知道放炮就过年。所以我妈的性格也爆得很。所以我奶性格也够爆，她婆婆性格也爆，所以这个性格呀，全部都没有站在自己的位上。所以女人一生不柔顺，是全家的大不幸。就像我刚刚讲的话一样，女子要像水一样调五色，和五味，润万物，要滋润万物。我将在讲啊，女子如同一所大学，了不得呀！你的丈夫、你的孩子是什么样，体现了一个女子的德厚或者薄。